这是个社会责任。你的营业影响到所有的居民。本分局员警于19日凌晨10时许，获报海岸路二段某酒吧有噪音妨碍安宁情势，迅速到场。现场发现酒吧以音乐吸引人潮聚集，影响周边安宁秩序，也立即责令店家将音量关闭及疏散人潮，并将现场负责人杨楠及员工等二人带回调查。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妨碍安宁罪送办，并依违反噪音管制法移送环保局裁罚，并社群媒体转载该店有人公开撒放物品之违序行为，原请到场时并未查见，也将展开调查，并通知相关人等到场说明，并将依照公共危险罪及违反废弃物清理法之来送办，绝不容许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行为。